王府相佐谈拍摄，敢讲一部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下岛为题材的甘肃本土纪录片《山菊花》9月15日在晚安概念影城的爱上纪录片系列展名暨甘肃本土优秀纪录片展播活动中受到观众好评。山菊花通过全景式记录拍摄，叙述了发生在会宁县新源乡上源村刘氏家族一家20多口人孝亲敬老的故事，为观众生动地展现了以福孝仁礼廉的传统家庭画卷。该片主题突出讴歌人间真情，传递社会正能量，是一部难得的家庭孝道教育片。该片导演王富祥从2008年拍摄纪录片《黄土婚》开始，陆续又推出了《山那边》《山月情》等多部记录会宁山水人文的纪录片。在拍摄《山菊花》时，由于经费不足，王富祥还自掏腰包4万多元。研吉缘和有了拍摄《山菊花》的想法时，王富祥表示，为了拍这部纪录片，他们前后到刘氏一家去了10多次。片子里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都是平凡琐碎小事，但这些真实平凡的小事却让他们这些拍摄者每去一次都如同洗礼一次。也是通过对刘氏家族成员的采访，让他真正理解了养父母之身、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养父母之慧的含义。我们要尽一个媒体工作的社会责任，践行孝道、兴忠孝礼仪之风，传播正能量，传递人间真情，弘扬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王富祥说。文图：兰州晨报掌上兰州首席记者雷院，编辑蒋学英。